这个鱼就是我们今天龙虾龙子抓的了，大青鳗。我那个朋友天天跟我讲，跟我说抓到大鱼，他用他家里那个好几个饭换我们的鱼，他煮起我们出菜。今天这个大鱼成吗？交给你来煮了，怎么做？这个鱼我们我提前的打算好好了，鱼拿去做鱼头豆腐汤，然后身上的肉切一点下来拿去油炸一下，拿去干煎椒盐。 啊，然后剩下的一人带一点回家吧，这么大也吃不完。李九哥，交给你了。来，准备有屠夫一样，准备好家伙了。OK，哇，好专业啊！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下午龙子抓的这个螃蟹，人家拿去对半煎，这个是我前两天捡的螺，还有这个是黑标，人家拿去清蒸。 这前几天捡的螺，还有这个是龙舟鱼、鱼皮虾。你看，八爪鱼。龙舟鱼听了10万天，又加了几碗菜的。呀，爆炒八爪鱼。S O。X O，熬你给。好。 这个白鱼太好吃了，人家拿去炒这个西芹。让开，全部让开。哎呀。 最好吃的饭，是妈妈做的饭。最狂妄的是爸爸的酸。我们吃肉。时光的温暖，把骄傲都放慢，让皱纹在他们爸妈的。 做的事，把妈妈刷刷碗。最幸福的是为爸爸揉揉肩。有时间记得常回家看看，陪爸妈吃上一顿团圆饭。 上菜了，来了，上菜，上菜了。哎呀，到底快到了没有啊？到底难买那个酒。另外来一个，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吃一点。吃什么？X啊，差一点。X是熬啊，X是熬，不辣，不辣。小啊。哇，能来就好了，快走。什么酒啊？啤酒。小一滴。 先吃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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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
来了。拉眼睛，来。
这么贵的酒也舍得点。哇塞，大狗自己，大狗吃肉，大狗吃鱼。来来来，敬敬各位老总哈，谢谢你的 XXO， 呵呵呵，我和兄弟几个聚在一起，还是挺开心的。来来，吃好喝好啊。我来了，好酒，来来碗鱼汤，我也来试一下今天这个真正的烧白菜。鱼，哇。没有这条鱼，我们没有这个那个时候。这个汤是金属呀，吃吃你们吃喽，兄弟们吃完，不吃完就浪费了。基本上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抓。一起啊，哇，这个都吃完，今天发的真快啊！那八爪鱼今天晚上那个八爪鱼很好吃，看谁煮的？春晚。